唉，我哋要出嚟啦。好，嚟到呢个停车场嘅位置啊。唔通真系咁短？睇落好似差唔多完。咦，等阵先。喂，你屋顶个密码未开喎，啱先醒起。呢咩地方嚟啊？呢个冇事嘅应该。呢、這个，哦，吓鬼死我！因为我睇紧自己。诶、欸，有个人。你邪恶嘅之物喺前面有个邪恶物体，咩噶？系边个？太好啦！我净系得翻我一个人喺呢度，我同阿爸阿妈走散咗，而且大家都好奇怪。大姐姐可唔可以一齐咧？搵到阿爸阿妈，我一个人太危险啦！哦，各位，系时候发挥你哋嘅你哋嘅键盘，你哋键盘嘅实力。请问我应唔应该帮呢一个咧来历不明嘅小朋友呢？啊，需唔需要咧帮呢个天真无邪嘅小朋友呢？四件插装啊，有得爆炸 B 放山，很忙，大人很忙，大姐姐，好，我哋全部一致答很忙啊，迟啲先再答应啊，呢度我忙唔得人理你啊，冇咁无情啊，你都咁大个啦，要让下我哋小朋友噶嘛，呢、這、一个系我同咧隔篱阿叔阿姨学嘅，哇，你做乜同？你做乜学隔篱阿叔阿姨学嘅道理啊？你要听啊！哇、哦，嘿嘿嘿，喂，低 B 啊，黐筋啊，做乜黐埋你啊，大佬？唉，开大姐揾大姐姐耐就肯定系赖人，低能点解黐咗埋你啊？条友，日字都话唔得闲咯。我最憎啲僆仔成日话唔好咁无情啊，即刻打死佢。哇，哎！讲到阿爸阿妈咧，之前咧佢哋带我出去玩，带我出去坐呢一个巴士嘅时候，见到咧有个肥宅咧攞住个 iPad 玩，我都话我要玩咧，结果死都唔应承，我就抢佢 iPad， 然之后直接打落地，因为呢件事我阿爸阿妈嬲咗好耐。你话阿爸阿妈失你有冇道理？冇道理啊！个肥宅咁核突，我玩佢啲嘢做咩啊？哇！即刻开枪射死佢啦！神圣嘅 iPad 俾你咁样乱抌落地。讲到底，我最中意玩 PXG Mobile， 你玩唔玩啊？咩嚟噶？未听过，玩开宝 X 梦喎，问你做咩啊？靓仔好串啊，劲串咩？靓仔抌佢出街咯，即刻。佢讲到啲咩巴士咧抢打机，我即刻谂到一个 GIF 图咧，就系、是、个靓仔尿。揾只脚踢另一个大人，个大人即刻立起佢，即刻踏佢落地，踩佢两脚。喺呢个大陆嗰啲 GIF 嚟嘅，黐线啊！我哋唔玩啦，低能弱智先玩游戏，我而家好忙啊。原来你唔玩游戏噶，你玩唔玩啊？咩啊？咩 D A X K S X X L S 嗰啲咩垃圾咁幼稚嘅你都玩？你需要更加大一众一啲嘅兴趣啊，大姐姐，嘻嘻，哇，好串喎你啊！玩开啲咩垃圾枪 game 啊你？睇过啲咁有趣嘅，诶，咁你睇唔睇小说啊？我最中意睇嘅小说叫《Toss》，嗰个后面嗰个字系咩字啊？第一个字我知道系毒咁解咯。啊，系啊，就系嗰幅 GIF 图啊，加贴出嚟嗰幅 GIF 图，作者本人。我唔知咩嚟喎呢个，佢讲述一个咩缉毒啊，缉毒唔小心俾人捉咗，如果毒枭咧你吸毒上瘾，跟住内心咧败得咁痛不欲生，再捉过嚟不一不爽。C B 最贴最中意就系啲超强接肉，当然病娇都唔错。哇，系咪黐线嘅作者依家点解带个僆仔走嚟同佢讲埋啲咁嘅嘢？当然我系直啦，所以咧我唔睇呢个咩，嗰个叫耽美啊，我之前好似测试过嗰个字点读。比小说我更加中意 XV 啊，中意嘅乜啊，你都唔读啦，揾日喺现实中实践下好了，唔得人理你啊！作者就是这位小孩，我怀疑系啊，已经开始唔好误会啊，我唔系歧视二次元嗰啲，我自己都会睇嗰啲咩嘅，或者咧睇咸湿嘢，最中意乜，唉，得啦，唔想同你讲嘢，你做乜一路都唔讲嘢啊？话你好核突啊！大家，请发挥你嘅键盘力量。请问我应该要唔同佢讲嘢啊，定系话俾你听你好核突啊？真系黐线嘅呢个作者，我发现呢个作者我极度怀疑，应该要即刻捉咗佢添啊！所以我点解咧见到一啲恐怖漫画或者系恐怖嘅一啲
阴谋论啊，作者啊，吓、啊，点解要捉晒佢哋？就系咁嘅原因，佢哋实在太黐线啦！佢哋沉默、呕心、不康庄，同变态讲嘢会坏人，即系咩啊？即系我哋直接唔同佢讲嘢啊！我明啦，系三无类型啊嘛，咩表现出和平时唔一样，话好多嘢讲啊，又讲，我咪抌佢住走啊！好烦，可以冇讲嘢，佢都仲要继续讲嘢。你睇下呢度附近冇人哦、啊，除衫俾我睇到唔好。喂，呢度有得拣喎，睇下又有啲黐线嘢。你睇下点样黐线到，点解可以放个僆仔来做啲咁嘅嘢啊？啲咩作者嚟噶？而发挥你系剑本嘅力量啊！你在想什么、啊？一见到呢、這个，我又无名谂起一啲唔知以前玩一啲唔知咩 game 嗰啲。你在想什么？啊！二举杀举枪举，哈！你敢开枪？你敢唔敢杀人啊？嘻嘻嘻！我系美国未来希望嚟噶，你竟然对美国啲国家希望开枪，会有呢啲人咧，真系天佑美国！嘻嘻嘻！你敢唔敢开枪咧？你开一枪咧，即刻会有 FBI 嚟捉你，全家为你咧饱受欺辱，做你阿妈会因为咁样咧自杀嘅。你开枪敢啊？唔敢啊？唔敢啊？哈哈哈哈好啦，又嚟啦，各位键盘战士。啊！我哋依家揿边个咧？很想要吧？啊！少年拜登快shoot，OK，shoot， 开枪 ，bang， 哦 ，bang， 点解咁嘅个影？吓、啊？咩？黑色嘅喎佢。我哋解决咗呢一条友咯。我哋要唔要一阵间试下你嗰啲选项？我哋一阵试下啲选项。只人回哇，唔系话只人回头大镬啦，咁铺前面条路冧咗，死啦咁铺，大镬啦，咁就要行翻翻去哦。Oh my god！ 我哋慢慢行啊，唔好心急，我哋慢慢行，我速则不达。冇事啊，条冇事嘅，一枪啫，未死，冇事冇事。最多帮你贴块胶布啦。咦？咦？可以行翻咁远嘅咩？我行咗咁远噶啦。诶、欸，呢度有冇嘢？呢度冇得上，呢度行咗咁远咩？有其他路定咩啊？其实唔会系嘛？行翻翻去咯。诶、欸？咦？哦，咩翻嚟呢度啊？哇，哇，咩地方啊呢度？咁爽面嘅呢个，饮茶为咗清醒，唔系为咗昏睡。哇，呢个系星星镇喎，大佬，呢个好有印象啊！有冇咁远有限？系咪要 end 啊？呢咩地方嚟啊？问问呢个先，要唔要瞓下？瞓下咧会点？瞓下会唔会吓我大佬？因为唔知爆啲咩出嚟，我去试试下啦。你阿妈冇话过俾你听，唔好喺有陌生人嘅房间瞓觉咩？依家出边啲连续剧、连续咧谋杀案咧激剧啊，连续谋杀案咧搞到正欢。真系唔识型喎，好似啲咁嘅小女孩，应该乖乖喺屋企玩 Mario Maker， 真系可惜啦。哇，全都玩 Mario Maker， 话死作者啊！咁我即刻玩俾你睇啦。好，咁耐都冇怪，冇理由喎、啊、你。简单嘅问答游戏，夕阳是人类有几多条腿？简单嘅问题，又上阴谋啦！呢、這个，哇哇哇，呢度两把枪我又，啊你真系好嘢喎，又三把枪，网上写两条是否转到门把，再考虑下。夕阳下有几多条腿啊？哇佢三条，两条腿啊？正常就两，佢有几多条啊？二三四啊？
真系二三四，三条冇咩可能噶啦。我觉得一系二，一系四嘅啫。我觉得我先答二咯，冇乜问题嘅，最多系俾佢扳。我一系二，一系四，我觉得先答二个位。C 门系开咗啦 ，OK， 已经啱咗啦，二系。哇！你咩地方？好多骨。啊、三条系拐杖，系啊，三条系拐杖。根据唔知玩咗只 X Online 嗰度有讲。嗯，呢、這个画面似曾相识。监视器 ，CCTV。诶、欸，有呢啲人唔惊啦，有呢啲唔会有空下场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哇、哦！黐线，喂，低能呀！黐孖筋啊！点解咁样爆出嚟噶？哇！真系吓到啊！呢度，哎呀，我哋慢慢行嚟都又要，哎呀！报告勇子，行动报告二啊！接收到呢个冲突嘅报告，赶到现场嘅时候，发现乜有人乜被发现已死亡。赶到现场时，工作人员同领导见到到场嘅警察，即刻进行暴力驱赶，试图对事件进行调查。突然，的色色掏出咗手枪朝我哋射击，双方发生咗枪战。行动当中，两人受伤，菲利普不幸殉职，乜亦都成功逮捕。此外，八点半亦都有咧进行审问。啊，唔惊，好惊，吓死我又，点会咁都爆出嚟噶？呢、這个作者真系～我趣味咧就，哇唔系哇，呢度有提示喎，呢度又要解谜。哇，佢哋喺度夹住我哋所有人，佢哋喺度夹住我。我一旦有啲咩动作，佢哋就会随时咧准备好接我。好似系警察监控警局内部用嘅监视器，但系冇打开。哦，呢个地方系用嚟，哦。啊，咁嘅阿加斯一波剪咗，真快手啊！咁即系阿加斯，真系咧武器库同埋医务室啊！呢个医务室得四个 locker， 真系叫医务室。手枪指头，我、啊、呢、這个系咪打 boss 奇怪打唔开？哇！啊！只系个人头，哇！哇！佢第一集都冇啲咁嘅嘢，第二集整啲咁嘅嘢出嚟，我好惊，我揿唔到落去。人与人流有摩擦，救命啊！吗啡，唉，你慢慢行先，真系黐线，你就系 UAD 啊，好惊啊，大佬，呢、這个作者真系。撇除所有嗰啲变态嘅一啲言论啊，嗰啲其实是一只好游戏。防火梯啊，咁啊有啲咩拎住咗啊？吗啡，鼠标唔好掂到墙。咩叫鼠标唔好掂到墙？嗯，我哋而家要去边呢？即系话我要翻翻去啊？咁多次咁多次，善良之枪睇，咁你做好心理准备啊，所有人做好心理准备啊，唔知会又带其他嘢出嚟啊，做好心理准备，所有人唔睇嗰啲就识走去啊，嚟啦，三二一，原来有防火梯锁匙嘅呢度，但系佢有奇怪嘅声话啱啱，呢度又会有爆嘢出嚟，大佬，等先，慢慢行，唔好急。锁住了，我唔敢揿啊！呢度好惊，一揿完佢一定又爆咯。三、二、一，诶，冇事。啊！哦，我咩嚟啊你？低能啊！食鬼啊，大佬！喂，你食鬼啊？哇！黐线嘅你，走啊！哇，点入子弹唔记得咗？
我唔记得点入子弹啊，老兄。我太耐冇开枪啦，唔记得点入子弹。等等，游戏手册，睇一睇点入子弹先。S 换弹 ，OK OK。人流逐渐可爱，蛋蛋再睇啊，应该系要揿掣再开翻锁匙嘅，但系应该系蛋蛋嗰个位好嚟啦。三二一，人流个头唔见咗，应该开翻啦，话开翻啦，啊 OK， 嗱你慢慢行，食个药先，系定一定经啊。开翻防火梯锁匙落去，慢慢行啊，唔使急，冇急，千祈冇急，一急就死噶啦。保血是为咗扣更多血，系啊，保血为咗俾对方扣更多。哎，呢度应该冇事啦，话唔会再有事，有 save 喎，唔会咁贱啊嘛，冇事啦，我不嬲都相信作者嘅呢度。OK， 十七。哇！如果屋企嘅细路沉迷上网，无心学习，你可以吓佢，同佢讲你再上网就将你送去电击治疗，特别有用。我真系想睇下有冇啲新闻系咁样，电击。哎，啊呢度有恐，呢度一定有嘢打。哇！哇！咩咩嚟啊？2049的希望。哇！咁难打，你黐线啊！等等，你见唔到佢啲下佢啲武器黐线？喂喂喂喂，绝对防御！哇！杀人啦！啊！跌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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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唉，哇，好难打呢个！哇，呢个超劲呢个！即刻想起以前 G 嗰、那个嗰只 game 嗰度，系咪 G 啊？系 G 定系我唔记得嗰个系咩精华？系 G 定系呢一只嘅上一集？我哋要拉掣呢度，我唔知拉掣有咩用，拉个掣先。低啦，拉个掣有咩用啊？我见到断咗嘢，黐线要咁样避啊！真系系咪精神病大佬？佢一放出嚟，上下中晒喎！哇，拉掣！哦，电走嗰个网啊，电走口罩！哇，佢又出翻个口罩，你真系认真要咁样打？低能追！哎呀！哎，咁都 OK OK 啊！呢、這个作者都唔算话真啊，可以扣到62喎、啊，可以肥到 OK OK 唔错。哎，呢只嘢，我见惯。第四啊！啊，时间限制内揿呢个咩按键？咩按键？哇！想擒我，你黐线佬！喂，点解个掣未移窿？未移窿？大难！真系咁细！啊！走开！痴汉！大！哇！呢只嘢啊！我要关，唔死佢！得啦，冇弹冇弹冇弹！哎呀，呢只 game 真系呢个极限难度好麻烦，要入弹，因为如果远咗其实好易避嘅，但系太近就唔得啦。哇！竟然转其他掣，真系，哎呀！唉，临尾嗰度我用散弹啦吓，临尾个三发啦，临尾个三发左右啦，用散弹。好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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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
引佢。我引佢开，引佢用近战，佢都照用翻远攻噶啦。佢咪佢系玩家嚟噶，大佬啊！玩家嚟噶佢。低 B 有冇中？开三发应该死了，够了，好袋，擦，大我，好袋。喷啊！求下你唔好再喷啦、啊！仲有一发啊！喂，点啊？哇！佢呢度真系黐线噶，真系，唉。